2024年9月8日，光之银河联邦回到合一状态。传导 Blossom Good Child， 译者扬声传导。祝你们早安。早安 Blossom， 以及所有选择收听我们在这些对话中提供的震动的人，我们相信你们现在有些困难。是的，我正在寻找一些新的、不同的、令人振奋和鼓舞的东西。你们有这样的东西吗？ Blossom， 我们还有一些资讯还不能介绍，你们的世界系统和你们的自我系统还没有准备好适应或吸收。只有当你们的灵魂更多的觉醒到自身的真相时，人们才能接受特定煽动的震动。因此，我们已可以理解此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速度滴流资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现在的每一刻，随着世界观和环境的发展和展开，我们将能够将其与我们认为有必要透露的内容匹配。当然，你们明白我们无法告诉你们未来的结果，即导致你们所谓的圣诞潮。这并不是许多人热衷于听到的直接含义，这不是我们的立场，我们也不想讨论它。我们选择远离你们世界某些方面，因为它与我们选择带来的真理不产生共鸣。然而，我们会说，无论做出什么决定，无论这些决定可能会或可能不会与你们的特定信念产生共鸣，我们提供的内容都是一样的。选择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，请记住这一点，选择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。当然，我们知道你们星球上正在发生的巨变，而这些起义的核心被巧妙地引入，造成灵魂的混乱和沉重。正在发生的事情源自于将自己呈现为一件事的来源，但实际上是相反的。不要被故意引导你们相信的东西所愚弄。关于这种性质的任何事情，随着真相的展开，你们会发现这些谎言超出了你们认为你们已经知道的范围。我们建议你们将能量从这些事情上移开，专注于自己并改变地球，以你们知道有效的方式爱自己，热爱一切。以这种方式服务就是你们要做的事。试着，最亲爱的灵魂们，将自己从现有的陷阱中释放出来，超越操纵，随着疯狂和绝望的情况增加，而且他们会的，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了。发挥你们的力量，不要让自己的振动频率因所有新闻而降低，那不是真正的新闻，这是一个正在上演的故事。保持昂首挺胸，让你们的思想远离宣传，这是你们的任务。如你们所知，这就是你们的目的。很多人都在问第二阶段，我们都认为我们现在至少处于第四阶段，正如你们所说的第五阶段。你们说过要再进行一次封锁，还在等待，而且每个人都在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人们就不会容忍，他们不会这么做，他们会反抗。我们知道情况可能是如此，特别是由于过去几年发生的所有苦难，人类已经觉醒了很多。然而，如果要结束的话，某些计划是必要的，以便执行已经制定的计划。你们曾说过，由于没有人愿意被命令留在室内，军方将参与其中，是这样吗？你们知道，即使在我写这篇文章时，一切似乎仍然不会发生。然而，看看过去的四年，谁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？ Blossom 以及最亲爱的灵魂们，你们如此努力地坚持下去，为局势带来光明。你们中的许多人发现最令人沮丧的问题是时间因素。事实上，当我们说有五个阶段时，我们没有给你们，也不能给你们一个时间框架。因此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怀疑悄然而至，在各个领域出现了许多关于真理的问题。确实如此，问题是，现在有太多可能的情况正在被引导，这真的没有帮助。Blossom， 我们不是说过很多次了，你们星球上的情况不会变得更糟。是的，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前景。
然而，你们都还在坚持，放开时间限制，在你们的个人空间中创造你们自己的天堂，表现得就像你们处于一个新的时间框架，就去做吧。生活中要知道，快乐和笑声是改变世界的要素，打开紧闭之门的钥匙。我们理解这一点，说来容易做来难。你们说的对，伙计们。然而，我们知道你们是对的，我们中的许多人正在改变我们的态度，并且正在这样做。继续享受激情，并透过我们的个人才能创造方法来提高振动。然后，我们至少觉得我们正在做一些有成效的事情。没错 ，Blossom。然后，当第二阶段确实发生时，你们将处于更适合应对考验的状态。在我最近的休息期间，人们重读了旧的通灵，并说了很多你们所说的很久以前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因此，我们继续信任并继续前进，成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光之部落呼唤的一部分，真是令人心旷神怡，因为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，同样的认识，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。确实如此，你们星球周围的光团正在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一起，团体创造的能量是如此强大，每次聚会都会留下一张爱之光的蓝图，然后延伸到未曾触及的地方，新的火花被点燃并不断生长。你们必须知道，你们正在做的事情正在带来改变，你们必须知道这一点。在这种认识中，光的电荷会倍增，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带着信念和真理来进行的。你们必须知道光已经赢了，你们必须知道，当你们感觉如此正确时，你们内心的所有感觉都是你们的爱告诉你们事实就是如此。当你们走上正轨时，你们内心充满的感觉是你们正在行在真理中的明确标志，你们都在一起。当你们遇到另一个说同样的爱语言的人时，你们知道部落正在重新建立联系，有一种不言而喻的知道，并且在沉默中说明了一切，彼此之间无言的认可是指路的指针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知道。知道你们没有生气，知道随着更多人的觉醒，部落的数量和实力不断增长，该计划正在发挥作用，该计划正在执行中，你们一起成为地球上最盛大的聚会的一部分，点亮它，改变它，将其带入新的更高振动。你们自愿的，现在至少可以明白这一点，即使说这么多也没有任何意义。爱是有道理的，爱处于那个爱的空间，让你们回到一致状态。当与所有善良的事物一致时，它会让更多的东西涌出。你们知道我们对你们说的一切，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提醒你们一遍又一遍，你们已经得到了这个。当你们处于第五阶段时，记下这些字，因为你们的感受将会与当下截然不同，你们的星球和自我内部将会发生如此多的变化，当你们回头看时，你们会充满喜悦，从而继续坚持下去。你们有信心继续前进，你们有力量坚持到底，你们相信自己并倾听你们内心的呼唤。你们杰出的光之战士，我们无法表达你们走上正轨的喜悦，经历了这么多，幸存下来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当许多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这样做时，你们继续前进，因为你们知道，你们知道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完成你们的使命，并且完成你们已经完成的使命。这确实令人期待，当然，没有设定时间框架。谢谢你们，在感恩中，在爱的服务中，我是